42岁徐若不婚不生，被学恩抱爱坏男生。哎，为什么你姐姐看起来比你年轻啊？比你年轻啊？比你年轻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你好，拜拜。回来呀！学恩跟仙女姐姐徐若出席活动，两个美女站在一起，都不知道要看哪啦。姐姐都是哪一个？我很容易讲小时候，我早期没有啊，因为就是我第一，我小时候就是看着两个姐姐，常常就有情书啊、花呀、啊，就是很多。然后你知道在加拿大，他们两个是疯狂，在学校是朋友。我有一次去学校，我就要找他们的时候，每一个学校随便找一个人，哦，哎呦，然后就直接带我去。姐姐，一时间最多的追求大概有几个？知道不是美国时候应该吗？还蛮多的，可是在加拿大应该，我希望我姐姐很专心，专注了现在感情状态是有伴。对，全会也喜欢三个。他们其实我真的都不爱，都是坏坏的，看起来都不看起。你们这姐姐看不到，不会吧？我怎么姐？不要结婚，也不想生小孩，我是单身主义，也不能说完全是代表我这样，他觉得这样对，就这样说，所以我要重新姐姐的目标，笑什么？